地检署侦办到金华城的备案，今仔日阁有动作，一捆头约谈超过十个被告甲证人，其中包括着民众党的副秘书长柯富。柯富被问到相关的案情，无来回应，只是下一个手就快步走入去廉政署。这检方一方面要找出着郭文铁多利的罪嫌，嘛要找出着乌色的金流，要拼用上紧的速度来结案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